Hello， 咁就欢迎咧咁多位嘅听众朋友啊，咁啊翻翻嚟咧，今日啊讲紧呢个周五版930国际大棋局嘅第一节，咁啊进入节目之前咧，恳请大家按赞、订阅、俾 like， 咁啊口耳相传，推送俾你身边嘅朋友、屋企人同埋同事，咁啊亦都而家咧系我哋个台啊，即系叫做话系最艰苦嘅时刻，因为咧我哋咧系。再次錄得呢個虧蝕嘅，咁啊呢2個月冇辦法啦，因為 YouTube 嘅打壓啦，咁啊令到我哋遣散晒我哋會員啦，將我哋唯一最重大嘅收入咧係歸零啊，咁啊另外啦，譬如我哋就算開咗 Patreon 啦，咁啊未成氣候嘅，咁啊當然仲有好多嘅支出啦，咁啊而家咧即係譬如有啲聽眾話喂想有多啲女主持啊，咁啊因應呢個要求咧，咁啊我哋琴晚咧咁啊試咗第一晚。就係咧，有一位咧，就係叫呢個V 女神啊，咁啊，佢話自己係女神經啊，咁啊，一個畢業嘅大學生，咁但係咧，佢就好慘啊，畢業冇耐咧，做下嘢就即刻失業啦，咁啊，一個好年輕嘅女仔嚟嘅，咁佢就而家咧就索性咧就唔打工啦，因為寄佢啲信都揾唔到工啊嘛，咁就係索性就做呢個畫畫啦，同埋做一啲藝術創作啊。咁佢嚟緊咧都會有即係參加啲展覽啊，正式推出自己藝術品牌嘅。咁係我哋咧，即係點樣嚟嘅咧？呢個人係我讀者嚟嘅。咁啊，所以咧吓，咁啊喺呢度咧，咁啊我哋加入啊一啲新嘅後生嘅女主持。咁啊，希望大家都支持啦。咁啊，另外阿鐘山兄咧今日都喺度嘅。阿鐘山兄咧好勤力嘅，佢晏晝做完大棋局咧，佢晚上咧好多時間都翻嚟主持節目噶。咁啊，大家如果想聽阿鐘山兄嗰啲佢啊，即係佢喺外國啊唔同地方、日本、台灣、中國嘅一啲見聞啦，同埋佢對經濟分析嘅睇法咧，晚間節目咧有鐘山兄嘅專場嘅。咁大家都要支持啊！咁啊，同埋支持埋梁錦祥工作室。咁啊，嗰邊有好多高質素嘅節目嘅。好啦，今日其實好多話題喎。咁啊，台長啊，交支麥俾你。哇！咁第一樣嘢，今日哇，出去邊行雷閃電啊？行雷啊，唔係閃電啦。咁啊，落大雨咁啊，呢個時候竟然啊，即係黃色暴雨警告，我覺得都係離離奇奇啊。咁啊，大天氣反常呢樣嘢咧，就已經成為全球嘅通例嚟噶啦啊。好啦，咁啊，今日咧就嗰个话题方面咧，我哋就唔好去啲吓，即系闷亲人嘅政治话题啦吓。咁咧有单消息咧，其实而家就喺网上咧就疯传紧嘅。咁啊，我啊自命咧自问咧就啊对呢方面咧冇乜认识，咁但系咧姑且咧就俾条消息出嚟，咁睇下大家有咩嘅评价。咁事完你点样咧？事完咧就应该琴日爆单消息，台湾嗰边啦。有一位香港去留學嘅，即係讀書嘅女仔咧，就喺佢屍體被發現喺呢個台北啊龍山寺嘅女廁入邊，咁咧就已經係即係喪生咗啦。咁好奇怪地咧，就係佢即係留低咗啲字條。嗰個字條係咩話咧？有都有其他嘢噶，但係嗰啲嘢我相信唔係咁重要啦。就係話咧，千祈唔好即係立亂同呢個靈界接觸。咁嗱，呢件事本身咧就即係個即係當然即係可以講話，唉，大家呢啲咁嘅算咩新聞咧？咁但係即係我諗而家喺即係台灣，即係喺呢啲嘅聽眾入邊咧，其實就覺得話呢啲先至係值得聽嘅嘢嚟啊嘛嚇。咁嗰位女學生咧就係20歲嘅啫，佢死嗰陣時候咧個背包入邊有2張字條。咁第一樣嘢就係對不起，麻煩大家清理是很麻煩的，請原諒。另一張字條寫不要隨便跟靈界溝通。哇！一睇呢個就冇頭冇尾，咁啊充滿咧，即係好詭異同埋神秘啊嚇。咁但係咧就即係我自己對呢方面冇乜認識啦，即係呢啲通靈啊咩嘅嘢嚇。咁但係咧就嗰個紙本身咧。據我所知咧，其實以前都即係喺嗰個地方都發生一啲嘅即係械鬥啊，或者死人嘅事件嘅。咁會唔會係話喺入邊有啲咩嘅即係靈異嘅事件咧？咁呢個我真係唔敢講啦。咁但係呢件事令我諗起以前咧有單都好詭異嘅嘢啦，到而家都冇乜即係點解釋嘅，就係一個女仔叫藍可兒啊。就係想呢單係啊。你都記得係嘛？中山靈話係啊係啊，你講起我就啱，因為我睇佢新聞咧就好聯想呢一單嘢，就係啊，大家都有同樣嘅聯想咯。嗱，因為嗰單嘢咧，即係我再 refresh 下大家啦嚇，
就係好多年前咧，個女仔就特登行，即係去個酒店入邊，咁咧就因為入邊有 CCTV 喺個 lift 入邊，就見到佢同人講緊嘢咁樣嘅，啊，即係一路都好似，即係但係你睇唔到嘢喎，你就係見到個人字，佢喺個 lift 入邊一個人嘅喎。咁收尾咧就發覺咧佢個屍體喺個嗰個酒店嘅水箱入邊啊。咁我唔知啦，即係嗰間酒店而家仲有冇人住啦，即係但係都有嘅。我哋呢次我哋都反覆討論過呢個問題嘅，因為可能喺嗰個清真神秘學嗰入邊，我哋都即係拉屎嗰段，我哋都問過呢個問題。喂，譬如間酒店入邊發生咗命案啦，咁即係個酒店嗰、那個嗰、那個管方會唔會話啊？呢個因為發生咗命案，啲唔好老禮，有啲唔好俾啲住客入住。啊，發覺一定唔會啦，因為點解咧？至多改個門牌。咁啊 ，Lawrence 話咧，佢有即係佢都察覺到一樣嘢，譬如佢間酒店咧，突然間冇咗個有間房係啲 number 跳咗兩個啊，佢一定醒起呢味嘢啦嚇。咁喺日本啦，咁但係而家呢個咧，即係喺台北呢個龍山寺咧個女廁入邊咧，咁我唔知啊，呢個女廁本身仲有冇人夠膽去嘅，真係我就幫唔下我係男人，但係嗰間寺我都唔係好咩。咁啊嗱，呢單嘢咧有兩個，起碼有兩個嘅解釋嘅。其一咧就係、是、可能佢係被他殺嘅，嚇、啊、就有人特登就寫一啲咁嘅字條嚇、啊，因為我哋而家唔知呢個字係咪真係佢寫啊嘛，或者唔係佢嘅筆跡啊，甚至係就佢嘅筆跡都未必一定即係排除呢個他殺嘅可能性。咁第二個就係佢精神失常咯嚇。咁、啊、但係問題就佢點死咧？啊，呢個係一個最大嘅疑問嚟，佢點死咧？佢點解要死咧？而家未蘇花，未有消息啊！但係奇怪的地方，佢表面冇傷痕嘅嚇，咁係嚇親啦，定還是點樣咧？咁呢個我就真係不得而知啦。咁所以咧，即係我承諾大家啊，即係我應該揾阿黃師傅嚇，佢可能喺我隔離啊，我問一問佢呢一新聞嗰、那個，即係佢點解讀？因為佢以前都喺台灣嗰邊住過一排，佢自己都經歷過一啲嘅超自然的形象啦嚇，佢有上神秘之系講過嘅，就係瞓瞓下覺咁樣嚇，即係喺隔離房啊大嗌一聲，原來個女仔咧俾個男鬼咧想拖佢嗰個靈啊，喺個腳即係個身度拖，又拖到個腳板嗰度，啱啱好彩佢衝咗入去，哇！用粗口啦，掟揾咁拖掟嗰只鬼啦，掟佢先走咗。咁啊，跟住個女仔話啊，都唔知道發生咩事喎。咁啊，佢哋估咧，如果係咁嘅話咧，即係唔救佢嘅話咧。咁佢就嚇、啊、可能就真係會係冇一條命咯嚇。咁、啊、呢個係黃師傅講嘅。咁但係呢、這個我頭先講咗兩個可能性啊嘛。但係我排除一樣嘢就係、是、佢真係撞鬼嚇。咁、啊、呢個就我真係不敢去自悔啦嚇。咁啊，張生兄，唉，即係留翻啲位俾你講啊。唔係，其實咧嗱，啱啱講起你喺南海兒事件咧，其實我真係一睇單新聞咧，同阿台長不約而同就諗起嗰件事，即係又係好詭異嘅，即係到而家都完全係即係冇任何消息，即係證明到佢係即係淨係話佢意外溺死，但係其實講出嚟成件事係好奇怪噶嘛。嗱，佢咁點佢自己走落個水箱度啫，係咪？你解釋唔到咁樣。係啊，但係由頭到尾又冇解釋到喎，總之就係話佢死咗喺嗰度意外嘅啫。即完全是很奇怪呢单嘢。嗱，咁佢呢单台湾呢单龙山寺咧，其实咧我嗰阵时去，即系都经常去台湾嘅。咁我自己咧就其实好少撞到呢啲灵异啊，即系撞鬼嘅嘢。但系咧，我身边啲朋友咧喺台湾咧就试过两次。咁啊住酒店咧就即系瞓下觉啦。有一个朋友就两个人一起住啊。跟住咧，佢哋兩個不約而同咧就話有人敲窗，跟住咧敲完個窗之後咧，就但出去望咧就冇人嘅，跟住咧算啦，唔理佢啦，跟住等咗十分鐘咧又敲喎，即係敲仲要大力咗，跟住之後咧又出去望咧又冇人，跟住咧佢兩個咧就好驚，咁跟住咧就走過嚟揾我。即系喂，唔得啊！不如唔住嗰间房啦。喂，不如今晚三个人瞓你嗰间房算啦咁样。跟住我话哇，有冇咁猛啊咁样。跟住之后咧，我同佢调房，因为我唔想三个人瞓埋一间房嘛。咁我话我好少撞到啲嘢，不如我过去啦咁样。跟住佢两个就瞓咗我间房，跟住我就过去佢嗰间房。但我过咗去之后咧，就完全冇发生呢啲事。系啦，呢个系第一次。跟住第二次嘅时候咧，就喺台中。跟住住嗰间林酒店啊，嗰间林酒店咧即系当地都算系比较靓少少嘅酒店。咁跟住咧，我同另一个朋友住嘅，佢又系
半夜又系话有人即今次就敲嗰个大门木门嚟嘅，跟住但我瞓着咗，完全唔知咩事。佢又系话一开门又系冇人，连续咧三次，基本上第二第三次咧，佢反应系讲紧三至五秒，即刻出去开门嘅。但系佢话都完全见唔到人啦，即系喺台湾咧，唔知点解又即系特别多呢啲咁嘅灵异事件啦。跟住之前我哋又发生嗰、那个咩啦，陈同佳事件咧，又系好惊动咧。即系呢啲特别咧，多港人冇即系离奇死亡啊，或者一啲好不幸嘅事件都喺台湾发生。之前有个另外一单石棺啊，系咪石棺案又系？所以咧，我就觉得呢个地方就系比较奇怪。台长可以讲讲。哦，咁样嘅，因为咧，佢嗰个地方咧，即系混杂咗啲所谓巫术啦，因为佢住民本身咧，其实就系嗰啲嘅 Polynesian 嚟噶嘛，吓、啊，咁呢个即系我谂唔喺呢度即系再发挥啦，我咧神秘之日都讲过嘅，佢呢啲嘅族裔呢啲咁嘅族裔咧，佢横跨由嗰个复活节岛嗰度咧，喺成个太平洋咧，即系差唔多系接。即係佢哋其實是同一種嘅我唔可以講同一個種族啦，但係即係可以講係同一類嘅文化嚟嘅，即係嗰種海洋文化。咁其實入邊咧有好多啲接觸嗰啲靈異嗰啲嘢嘅嚇。咁誒，所以喺台灣咧，仲有係所謂巫師啦嚇。咁有個舊朋友，其實佢都同我話：，如果你台灣時，我介紹個巫師俾你啦咁樣。咁咧就尤其是咧，如果你譬如咧，我唔知阿中間兄有冇上阿里山嗰度啦。啊，有啊，有嘅。在阿里山嗰度咧，如果你過咗兩點鐘咧，晏晝兩點鐘咧，啲霧氣出嚟嗰種咧，嗰種氣氛咧，係你真係覺得係話直情係嗰啲即係嗰啲咩，好似睇嗰啲恐怖片鬼片咁樣，係啊，睇鬼片咁樣噶。話有人話乜咧？喂，你上咗阿里山嚟兩點鐘兩三點好落嚟啦，如果唔係咧就留翻上面啦。唔係你出去嗰時候咧，見到即係通山係霧嚟咁樣。咁另外一個講翻就係我亦都自己嘅經歷啦，就即係唔係講鬼故，即係講話阿中山兄講到話台灣嗰度咧好多靈異嗰啲嘢咁樣嘅，因為佢嗰啲咧即係呢一類咁嘅文化咧，其實佢哋就即係會比較同個原始森林啊嗰啲即係會比較接近啊，所以佢哋成日都溝通到嘅，所以換言之咧就亦都有啲巫術啦。咁上到阿里山嗰度咧，我睇到一個塔啊，叫做咩咧樹靈塔啊。咁啊，日本人起嘅。咁點解會起呢個樹靈塔咧？就係話當年咧，日本去統治呢、這個，即係佢統治台灣嘅時候咧，佢喺阿里山嗰度咧，阿里山原本係原始森林嚟噶嘛，佢哋就開墾啦，即係攞啲木材。咁但係斬下咧，當然佢唔係用日本人去斬啦，佢哋日本人做管理咧，當地嗰啲即係可能係原住民或者即係啲漢人啦。佢斬下啲樹咧，啲人發癲啊！譬如食一飯咧，嗰啲飯上面會流血出嚟嘅，搞到好多人咧就唔敢開工。咁日本人就對呢方面咧，其實就比較開，即、就、係、是、比較睇得通啲嘅，即係唔會話啊，即係呢啲迷信啊成。於是乎咧，佢哋就覺得點解會咁樣咧？就因為斬咗太多樹嚇，即、就、係、是、做嗰、那個對嗰個環境破壞得緊要。於是乎咧，佢哋就起個塔，可能鎮住啲樹靈啦嚇。咁而家你上去阿里山，其實都唔係當年嗰座。即係百幾二百年前嗰阿里山嚟㗎啦，已經係先係旅遊勝地嚟嘅。咁但係我哋可以即係印證頭先，即係我哋嗰個共同嗰個睇法，就係台灣其實係一個比較奇異嘅島啦，嚇。即係入邊有好多呢啲精靈嘅傳說啦，又有鬼啦，又有咩成。咁佢台灣嘅酒店就好著名㗎啦，有呢味嘢就。不過我就奇怪，阿中山你點解你咁夠膽啊？即係你陽氣重啊，你唔驚我？喂，間房明有嘢，你走去瞓，即係仲可以瞓得咁開心添。咁我相信係咁樣嘅，有啲人咧真係佢係天生嗰種嘅磁場啊，或者佢嘅 DNA 咧，佢真係唔會撞呢味嘢。但係有啲人咧，行出街就見到㗎啦，啊！咁但係呢一次嗰個嘅即係事件咧，我覺得咧一定引起好大嘅爭議，即係好大嘅討論啦。因為前一排咧台灣有套戲叫《咒》啊嘛，就係講嗰啲嘅即係人啊，佢學咗啲法之後咧，即係搞到成家人咧係黐咗線嘅。咁呢個係真事嚟㗎，真事嚟㗎嚇。即係點樣咧？食屎啦嚇，飲尿啦嚇，即係直情係又打自己啲親人啦。咁但係全家即係觸發點係咩咧？
就係佢哋係練咗一啲嘅即係咒語啊，同埋可能有通靈啦嚇。咁嗱，我哋啊，即係呢個節目本身，咁我哋就唔係宣揚嗰啲嘅迷信啦，因為我始終覺得咧，即係好多時咧呢啲嘢咧，如果你主動去接觸咧，其實你自己本身已經係心理一種嘅唔係太正常嘅狀態嚟㗎啦。一個正常嘅人咧，即係固然對呢啲所謂靈異啦，或者即係靈界嘢咧有好奇心，但係咧就即係大部分人都唔會話好輕易就去即係接觸呢啲嘢啊嚇，聽下就無妨係咪啊？咁但係你話喂，我走去探關鬼屋，我特登有個嘅鬼嘅酒店咁樣，酒店嘅有鬼啊，我特登去住，咁呢啲就唔係太正常嘅。咁呢位女子咧，我相信咧，如果排除咗佢他殺之外咧，佢可能佢真係本身有即係有興趣接觸呢啲靈異嘅嘢啦嚇。咁大家又聽咗話接觸靈異嘅嘢，你要分開幾重嘅嗱。你中意聽呢個潘少聰嘅呢個恐怖熱線，咁唔係問題嚟嘅嚇啊，好多人都聽嘅，雖然我冇聽啊。咁但係你話聽完或者唔好聽，跟住你去主動去接觸呢啲嘢咧，咁我就真係覺得冇咁嘅必要咯嚇嚇。日常嘅生活大家都嚇好忙碌啦嚇，即係不如係花啲精神揾下錢好過啦嚇，就唔會。咁但係咧就即係特別係年青人咧，即係某一啲年青人佢對呢樣嘢嘅興趣比較濃啊嚇。咁係經過一啲係即係唔係太正統嘅方法嚇去做咁樣。咩叫正統方法咧？好似阿黃師傅咁樣啊，佢哋都有扶機噶嘛。咁但係佢哋又即係知道點樣去處理呢啲問題咯嚇，即係我唔係講扶機會有呢啲嘢，而係話佢哋都撞過鬼㗎。咁但係佢知道點處理啊嘛，同埋佢哋自己本身有宗教信仰啊嘛，即係亦都好穩固嘅宗教信仰。咁所以對呢啲問題咧，佢哋即係會處理到。咁但係如果你話作為一個年輕人，即係講緊十零廿歲嘅啊，尤其是呢個時候咧，最即係有興趣即係接觸呢啲嘢咧，咁我就覺得即係要避免咯嚇，唔好做呢啲咯。咁呢件事好不幸嘅。但係我亦都即係想象得到問題啦。就台灣方面似乎處理呢啲嘢咧，佢哋就比較即係佢哋唔會話查緊夠底嘅。咁有人嚇即係瓜咗，有人即係喪生咪算數咯嚇。咁另外咧就頭先阿鍾生講到台灣酒店嗰度咧，其實有間酒店咧好得意嘅，有一個咧就一幅好大嘅書法啊嚇。咁係一個即係嗰啲嘅本教嘅即係一個大師啊！咁我唔記得個名，因為我睇過本書就講到本教。咁本教係咩咧？就係、是、喺西藏嗰啲嘅即係源自宗教嚟。咁後來同呢、這個即係密宗係結合咗啦。啊，佢又寫一個書法好大幅喎，掛喺個酒店嗰個大堂嗰度。咁有啲人問係咪真係書法嚟嘅咧？傳說就唔係。嗰度係符嚟嘅，係鎮住嗰個關酒店嘅呢啲入邊嗰啲 V 嗡嗡嘢。咁咧就喂，如果你咁講，喂，即係話嗰間酒店其實都好猛啦嚇。咁啊，呢個嘅即係情況咧就好咩啦。咁但係觀望言之，觀望聽之。咁啊，留翻啊，阿司徒文俊啊，你啊對呢啲嘢你啊好似嚇有啲興趣喎，你講翻啊嗱。嗱，我讲讲一个自己经历先啊，咁头先钟生兄讲过啦，咁我其实系一个长时间咧喺呢个东南亚地方做嘢嘅，咁我讲紧咧呢间酒店咧唔系香港、澳门同埋国内嘅，咁系东南亚地方嘅，咁当亲身经历，咁当阵时咧，因为我系夜班，我负责睇成个赌场嘅，咁跟住咧，咁前台啊、酒店部嗰边咧，啲经理咧，佢哋有紧要事咧，都会 report， 咁一定会系揾两个人嘅，一就係賭場嘅即係當值最高職位嘅人啦，即係我啦。咁另外咧，第二咧就係揾翻保安部最高職位嗰個人。咁夜晚通常係夜間經理啦。咁跟住有一晚咧，就係喺個酒店度啊。咁間房咧就我冇記錯907號啊。咁跟住咧，佢哋係即係接到個客嘅通報，個客咧就話半夜其實佢瞓得好舒服噶，係個即係好舒適啦。跟住咧就係、是、舒適得滯。覺得係好似有啲話係咪迷幻藥啊咁嘅情況，擘大隻眼見到有一個人頭伸咗落嚟佢前面，咁跟住咧佢係即時好驚，一個女仔嚟嘅，佢係即時即係一個東南亞籍嘅女人啦，佢係即時驚到咧撞咗出洞門度，咁跟住咧佢即時跟住嗰個管理員咧報咗落去下面俾經理，經理咧。因為佢哋即係試過啲客，譬如喂，你係自己飲咗酒或者咩嘢咁有現象嗰啲啊，咁一個人可以咁樣衝咗出嚟咧，
仲要撞親個服務員咧，咁唔係假啊，通常係啲俾人打劫嗰啲係咁嘅啫。咁佢即刻咧嗌阿攬啊，即係緊急嗰條頻啊。咁我同保安最高嗰個聽到嘅，咁我即時喺六樓嘅賭場衝咗落嚟。咁跟住咧，因為咧佢哋聽到夜間啲同事啲女仔嚟嘅，佢哋唔敢去睇嘅。咁跟住咧就嗌咗我去。咁保安部嗰個經理未到嘅，咁我過到去咧，咁跟住咧。即係我覺得我唔係個迷信嘅人嚟嘅。咁我入到去到間門口之前，我感覺到嗰間房係有股力量嘅。咁但係我唔知咩嚟。咁推開門啦，跟住呢喺嗰段時間呢，咦，我去搵嗰個力量嘅源頭啊，即係嗰股能量嘅源頭啊，搵唔到，但係好明顯喺間房入面有嘅。跟住呢嗰、那個即係衝出嚟嗰個女客人呢，佢好驚咁樣同嗌入嚟間房度。我话乜嘢事啊？佢话个头穿过咗我个身喎。嗱，咁所以咧，咁嗰一刻咧，我即刻意会到啊。点解我感应到力量，但系我睇唔到？但系点解佢睇到咧？我同佢睇到唔同磁场嘅嘢，佢先至可以 target audience 嗰嚿东西。但系我咧只系感应到，但系我系望唔到嘅。咁于是嗰一刻咧，我系即时做咗一个嘅。決策咁，首先咧，出面係我嘅女伙計帶住個客，我即時問個客：你見到個頭喺樓上身上嚟㗎？佢話係。咁我出到去咧，保安經理過咗嚟㗎啦。跟住我就即刻叫我保安經理：你即時將你身上嗰支 MacPro 電筒，即係所有保安都會有一支，警察都有嘅，好長嘅，大約一支手臂咁長嘅電筒，係用鋼做嘅。咁其實呢支電筒除咗嚟照明咧，必要時你遇到賊嘅話咧。是攞嚟当武器的，你哋知唔知道我讲嘅乜嘢啊？知啊，系啊，有把剑啦，系。系嗱，咁跟住喺嗰一下咧，我即时同佢借咗支电筒，跟住我带住我伙计嗰个女仔，跟住我跑上一层，喺条楼梯中间咧，我即时拎咗我手上面只戒指，跟住系即时系连埋我自己戴住嗰条嘅颈链，系即时咧利用呢两样嘢咧。跟住尤其是戒指啦，我係即時咧係做咗一個古代嘅禮儀啊，係乜嘢咧？我戒咗一下自己揸住電筒嗰隻右手，等我嘅血同嗰支電筒融合埋。跟住當然啦，我係講咗一句嚇我哋宗教咧嘅一句嘅説話，因為其實你如果同你手上嘅武器咧，你通唔到嘅話咧，嗰樣嘢唔會有能力噶，因為我手上冇劍啊。咁所以咧喺嗰一刻咧，其實即係。话俾佢知就系你就系我呢个力量嘅延伸，所以咧系即系你即系你简啲讲啦，你系要等电筒忘记咗电筒嘅身份嘅，咁佢先至可以喺嗰个时刻成为你手上嘅武器嘅。嗱呢样嘢咧系即系有机会先讲啦，喺一啲古代礼仪嘅嘢，或者你问王法灵佢就知噶啦。所有西方咧，尤其是如果你系西方，譬如讲紧东正教啦、古犹太教啦。都是用呢招嘅，大家都一犯嘅。咁我冲上去，跟住咧，我即刻开门问，跟住开门，咁跟住即系敲门啦。咁跟住咧，咁有一个女人，佢开门，佢个样系好惊慌嘅。跟住咧，我问佢咩事咧？因为我嘅权力系可以，喂，你间房有任何不法嘢，因为好简单啫。喂，你 set 个坛喺度，跟住喺度出千，你喺个赌场度出千，我唔踢得开你啊！我一定可以查你房噶嘛，我就系有呢个权力噶嘛。我系唔等佢讲任何嘢，我即时扳开道门走入去，就见到个坛喺度，有一个光头当地嘅真人，就系喺度开坛作法。跟住我即刻咧系叫晒保安啲入嚟，即刻捉咗个捻样，跟住即时系将佢带走。嗱，呢个我亲身经历嚟嘅。亲身经历，咁因为始终喺东南亚地方咧，你唔知道对方会唔会有武器啊？而我手上我冇枪啊，嗰时翻工啊冇枪啊，我先至攞一支 MacPro。咁啊嗱，讲紧咧就系咧，由呢件事都引证到啦。第一，所有中邪又好，或者系做见鬼又好，你要同佢 frequency 系打通到嘅。正所谓外国嗰啲黑苏鲁神话都系啊，你唔入咗佢嘅空间，佢嘅领域，你系睇唔到、感应唔到。点解有啲船冇事，有啲船又跌沉咗落海咧？就系因为你同佢交流到 frequency。咁所以咧，譬如你话台湾又好，乜嘢都好，有呢啲念头或者你发现到呢啲人，佢神色有啲问题，或者系咧佢好似咧系冇咗一个意志咁样向啲地方行咧，
你侧跟见到个人咧，应该第一即时拉住佢，第二做一件正确嘅事，即刻报警。你将佢拖离咗嗰个嘅 area， 嗰个力量嘅范围咧，就唔会有事噶啦。嗱呢样嘢好紧要噶，嗱因为我嚟计，即系我有讲过我自己啲经历啦，即系例如头先你话阿中山兄敲枪嗰下，喂你敲枪嘅系个人都好，即系个人嘅鬼魂都好啊，我讲过啊，我敲枪其实原来撞嗰个系一条死咗嘅鲸鱼嘅灵魂嚟噶嘛，咁变咗咧有好多咧，即系叫做话啲遇上呢啲环境啊，大家法门唔同啊，即系譬如喂，屌我基督教嘅啊，屌你系玩嗰啲。嗰啲叫咩撚屌降頭嘅，我大家睇唔到啊，可能你睇唔到隻鬼啊，但你會感應到都係有股力量，同埋你跟到嘅，即係譬如咧，當然唔係個客講話樓上伸落嚟，我就信佢睇樓上間房啦，而係你感應到嗰股嘅力量咧，佢係有好似有條線咁，你牽引到，即係你會有條無形嘅力量帶咧，你會感應到嗰個力量嘅源頭嘅。所以咧，點解我係就上上面10.07，唔上11.07、12.07咧？个原因就系因为其实咧你自己都会有个感应，知道咧嗰个强烈嘅位喺边度。咁但系通常作法，就算点强嘅人咧，佢系有一个嘅限度嘅。正如譬如讲紧香港某个地铁站俾人落咗结界，佢嘅结界咧，佢只系延伸到前后各一个地铁站嘅啫，佢唔会话同你讲喂，我太子站落个结界，哦，跟住啊伸捻到去咩对面海啊，冇可能噶，即系除非系一啲。即可能天王级的术士啦，或者要不止一位啦。如果不是一般单人，即只要你身处的地方不是太大的话，做到这样嘢的人落结界又好，用角色的法门都好，他是有限度的，冇乜人是可以延伸他的力量超过一栋楼的，除非是一些超劲超劲的师傅，但是不容易，而且他年纪不会小，通常那些什么降头啊，什么乜柒都好，全部都是有一个距离范围，只要你拉开了这个距离范围呢，它动不到你的。第二你看这事呢，最紧要最易露馅是哪个呢，就是中了野的人。因为他看到但是旁边人看不到的，话知你几高范数的师傅，你是什么东西，哎，话知你什么神父啊，驱魔人啊，圣殿骑士啊，什么柒都好。可能你看不到的完全，甚至乎呢他会看到的，所以你要问他的。喂，你见到啲乜嘢？你要话俾我知，即系沟通到先啦。如果已经系精神恍惚，沟通唔到噶嘛，碌柒啦。问隔篱嘅女人，有好多情况咧，女人系可以接触到呢啲叫做话灵体或者系能量，但系男嘅，屌你睇唔到噶，你要问佢噶，即系同埋唔好惊，佢话俾你知乜嘢，你都唔好惊。例如佢同你讲话，只鬼就企喺你前面，屌吓鬼啊，系嘛？我点会惊鬼啊？屌你，我嚼鸠你噶系嘛？倒翻转，好似我咁样，佢同我讲。即鬼穿过咗你个身，喂！你一般人听到，喂，唔系啊，哈哈哈，点算啊？唔使惊啊嘛，因为如果佢有办法搞到你嘅话咧，佢伤害到你，佢伤害咗啦。咁换言之，就系佢系有佢嘅特定条件，要 fit 到咧，佢先可以做到嘢。咁你亦都系 fit 唔到呢个权，所以你睇唔到佢，你只有谂办法揾出佢源头，跟住摧毁佢。即系如果你系一个战士嘅话，咁如果当然啦。喂，你唔系阿黄化凌师傅嗰啲吓咁坚嘅人，哎，你只系一个普通嘅阿散仔，斯无文进咁啊，咪谂办法啊，叫支援，同埋将当事人移走咯。即系譬如我一 lock 定咗咧，我即刻嗌我伙计咧，咁我现场唔止一个伙计，我即刻嗌个伙计就系保安部，你知咩啦？又跟住你护送呢位小姐落翻大堂，我去搞噶啦，已经，因为你耐咗咧，佢 feel 到咧，佢去对付嗰个对象咧，移开咗走咗去佢出面个空间咧。你就断线索噶啦，你揾唔翻噶，啊咁啊呢个我个人经历嚟嘅。好嗱，呢节完之前，你即系可唔可以即系提讲你认唔认为呢位台湾嘅香港嘅学生系撞咗邪咧？呢个系啊，即系就头先我解释晒噶啦。其实咧，佢就喺当地可能系唔小心接触到一啲嘅领域，正常嘅人或者本身可能佢未必系个对象嚟嘅，但系嗰一下接到咧，跟住你通咗咧，你就会俾嗰个意识嚟到控制住你。成个 exactly 咧系同呢个譬如西方啊呢个黑苏鲁神话形容嗰样嘢咧，突然之间周围变咗黑暗，然后出现一啲你睇唔清楚嘅文字，跟住反现绿光，跟住你就向住绿光进发。嗱，虽然系一个叫做小说或者叫做一个系叫神话嘅小说啦，但其实现 case 佢写出嚟呢一个方式。就会是正如点解黑苏鲁神话话
教授知道呢件事，但教授睇唔到，但系教授个孙就 contact 到，因为你好多嘢咧唔系得一只手把响噶，你一定要系中招嗰个人系同呢个嘅力量嘅磁场系 combine 到合到，咁佢先至进行呢个 communication 嘅，佢沟通唔到咧就唔会撞邪噶啦。所以呢个时间最简单，你喂你唔识术数嘅，冇任何经验嘅，好简单，你即刻夹佢走，唔好讲任何嘢，夹佢离开呢度。即係好簡單，你喂去咗個景點喎，點啊？搭車走啊！咁你遠離咗咧，佢嘅力量接唔到佢咧，佢慢慢回復清醒噶啦。咁你就唔好俾佢留喺呢個地方留得耐，亦都唔好俾佢慢慢失去身體嘅控制權，佢自己行咗去，咁啊碌柒啦！最慘嗰個女仔係自己啊嘛，單拖啊嘛，佢旁邊有好多遊客噶，其實咧佢講咗係有好多遊客喺旁邊嘅，所以有時咧做人我建議啊，即係唔好話係咩話諗住咩點咩學武功嘅之餘咧，提升自己嗰個覺察力啊，你可以感應到周邊嘅嘢咧，一有危險危機嘅時候咧，起碼你會知道你可以做到一啲相應嘅嘢，同埋咧呢、這個世界咧有時咧好多嘢係突然之間會殺到嚟，你係。即係你唔會有所準備嘅，咁當然你話、哎、做人嚟計咁啊，其實我唔理件事咪得咯嚇，即係正如我咁樣，我唔去睇啊，交俾保安部咯，係嘛？可以嘅，咁但係你要睇下你自己係一個咩人咯，即係好似我嚟講，咁我對啲嚇、啊、神秘學啊、奇異嘢啊、X-File 啊啲全部都好有興趣嘅，我係台長嘅天字一號支持者嚟噶嘛，咁你咪抱住呢個神秘之嘢嘅心咯，但係當然要睇自己嘅能耐嘅，當年我年輕。我未有車禍，我隻腳仲係跑得行得。咁另外咧，我全身都冇乜大傷嘅。我係個即係你唔好話係嚇咩攞住隻 Mac Pro 咁啊！哎呀，唔用法器啊，現實我拳頭就法器就打柒你啊！咁所以咧，即係睇翻自身咯。如果你有呢個能力，你對自己有信心嘅，就去做；如果冇信心嘅，將當事人救嚟就算數噶啦。即係坦白講，好嗱，我哋呢節結束，我哋下一節再翻嚟。好，下次翻嚟。今日嚟到呢個火之神啦，咁啊阿朗哥阿文登為我煮咗你嘅係咪叫台長嘅呢個牛扒咧？我台長西亞牛扒嗱，咁我要介紹下呢、這個即係菜式有咩特別之處啊！第一樣嘢單手可以食嘅，唉，單手都可以食呢個咁滑嘅牛柳，咁西亞牛扒咧，跟住又比較得嚟苦蝦啦。仲有啲味蛋咧，係牛奶啊，非常非常之滑，冇完全冇澱粉質嘅。咁咧就除咗呢個之外咧，仲有面豉湯啦。咁啲味菜咧真係需要非常非常之美味啊！咁大家嚟啦，跟住落嚟啊，一定要點啲味，台長西冷文化啊！多謝大家支持港哥同埋支持。梁錦祥風味室同埋佢嘅節目，多謝大家。大家記得訂閱同埋支持司徒文俊頻道啊！